我杀了你！太后，哀家要护驾。陈汉，在。你巴巴跑来跟哀家说，有人在冷宫烧纸钱诅咒哀家。如今你自己拿去看看，这是什么？还劳动哀家，到这种地方来，你真是越来越会当差使了。太后，太后。 奴才该死！是你妄听人言。不过你是听了谁的话？奴才该死！奴才该死！奴才该死啊！太后啊！哀家的身边居然有人不拿哀家当主子，一心窥伺旁人的心意，两面讨好。哀家看他是错了心思。 此宁宫只能有一心侍奉太后的人，没有敢对太后耍心眼的。程汉呢？你可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。奴才该死啊！奴才该死啊！今儿是中元节，哀家也不想要了谁的命了。既然程汉你那么喜欢为别人奔波，那哀家就把今儿的处罚赏赐给你了。啊！ 太后，太后饶命啊！太后啊！之后带去慎刑司好好拷问。是。待下去。太后饶命啊！太后饶命啊！太后啊！再折腾，天都要亮。咱们也回去吧。如意，你为哀家祝祷。 你的心意，哀家记着了。谢太后不发之恩。起来吧。太后，太后小心！我终于等到你了！你干什么？啊！杀了我！小心！我杀了你！ 太后，哀家要护驾，太平，把刀放下，这可使不得。杀了你！住了！微臣救驾来迟，还请太后恕罪。太后，你无事吧？杀了你！你方才险些丧了命。太后无事便好。竟然敢谋刺哀家！ 哀家倒要看看，谁有这么个好本事？是谁不想要命？不然，是我不仁。极品，是你。 我居然没能杀了你！就凭你这么点本事，不过是用蛮力伤人罢了。哀家若是折损在你这么点小伎俩里，岂不是天亡哀家也？刚才要不是他救了你，你早就死在我的刀下了！你，所以啊，哀家终究是太后。 福德无量，逢凶化吉。奸夫，你害我住了冷宫，你不得好死！安住他！你不得好死！太后，太后，吉太平在冷宫多年，他也是一时鬼迷了心窍，才行刺您的。你在冷宫待了这么久，还没有学乖呀？福家。 处置了他，是，有奴婢在，不能脏了太后的眼。如意，你好好息影，留待来日吧。